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综艺大哥大》。马上为各位介绍今天我们几位特别来宾。第一位介绍美丽可爱的马提奥，严淑明。哦，二位美女，中国娃娃。还有李刚明，马提奥，大帅哥。长长的大道，不要真的不原谅。这个偶像，偶像，讨厌，太厉害了，帅！而且他这个已经变成他的这个出场的商标，所以你们大家要努力一下。是是是是，谢谢谢谢。刚好给我们今天我们现场的同学华冈艺校，对不对？哇！给大家上了一课，好有招。未来你们都是我们演艺圈的生力军啊，真的，你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啊，各位。哎呦，演员起来长得蛮帅的，蛮漂亮。对呀，哦，然后呢，他的这个一出场，你看别人出场就出来一下，他不是，这好像是我哎，他一出场跑出来就非要站掉差不多30秒。热闹哦，其实这个叫杀手锏，是绝招，对不对？是是是。所以以后你们出场也要想办法，这样子一定要想到一套东西。我是有的人穿看舌头的，直接脱粉。好，严淑明，哎呀，好久没看到。严格上讲，苗条淑女，君子好逑，我很喜欢她。可是狗仔队太可怕了，真的啊！真的是从她饭店里面出现，现在一走出去，每个年轻人一看到明星，就想，哎，就掏口袋，掏口袋，上去拿手机，对，手机出来，我这是全民狗仔，有没有这种？有有有，已经不胜其扰啊！对，哎，然后我现在变成走到马路上都这样，嗯，你干什么？你是刑警啊！我真的已经变成这样。哦，真的。同学已经变成这样。我没有啊。真的吗？因为我们歌星也有情绪。尤其是没有化妆的时候。没有化妆。没有化妆的时候。哎，对对对对对对对。男的还好，女的就麻烦。真的。对对。哦，没有没有，我也是，我不化妆是不能看。有差很多，那个老的是你耶，强壮的是我。好，搞搞哎，好，单纯跟我们唯一哎，出片了，哇，亮晶晶，我们出新专辑了，亮晶晶，亮晶晶哦，亮晶晶，在泰文叫漂亮，是不是？水晶晶，水晶晶。哦，水晶晶，哦，水晶晶，对，哇，没想到飞哥对泰国这么熟悉，飞哥就是老晶晶，飞哥是老晶晶，老晶晶是什么意思？很帅，哦，老晶晶很帅啊！为什么他们会讲泰国话呢？因为我是泰国人呐，唯一是泰国人，萨瓦迪卡，萨瓦迪卡，哎呀，卡布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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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会讲？我不会啊，随便，我随便讲。你是泰国？对，哎呦，泰国那个。吃的东西太好吃，嗯，真的。湄公河畔旁边有没有？哇，沿岸漂亮的 view。对对，有一种东西，你们去一定要吃，叫做靠牛马木。哎呦，什么？靠牛马木旺。靠牛马木是什么？马木旺的芒果，芒果糯米饭，糯米。哦，我知道了。靠牛马木。真的很好吃，很好吃。还有什么？跟我们讲泰国还有什么？还有冬阴功，冬阴功海鲜汤、酸辣汤。哎呦，这个你也知道？知道。还有靠把布，靠把布，靠把布，还有靠北部，说不定真有。还有靠衰，我就跟你说，靠牛麻木。还有，如果你去泰国，你一定要去到那个叫有一条街叫做帕蓬，帕蓬，然后你
上车要注意一个问题，那个司机你一上去他就知道你去哪里。帕蓬，帕蓬就是泰国最流行热闹的一条整条街嘛，然后那个司机都会这样开，一启动，差不多三秒钟就停了。哎 ，don't know，don't know，don't know， 他说他不知道，帕蓬，帕蓬。拍棚啊，嘎达，讲一堆，然后就，哦，拍棚，写给小妹。在泰国要用什么方法让司机开车呢？马上回来告诉你哟。今天的综艺大哥大超劲爆，让你看到东北调，有日本第一的扯铃王，哎呦，都不会掉下来。李玖哲，凭什么是你？沙发就是我的。好，那个对不起，那个还是我的，那个还是我的，那个还是我的。全台最爆笑的干了牙嘛！啊，你安看了钱，你钱啊，你干美工就生气。我人今麦就死去。好，因为嘛，袂使笑到这款人。迷死人不偿命的天狗女王。这个女生，我不管她跟这男舞者有什么关系，是什么关系，我这一定要追她。接下来就是我们就开始就是开始了，开始MS， 可恶啊，可恶！全新组合中国娃娃独门才艺。还有歌神接班人陈奕迅的劲爆模仿秀。怎么你根本清醒自己？太像了，像不像？今晚最值得期待的内容就在综艺大哥大。帕蓬就是泰国最流行热闹的一条整条街嘛，然后那个司机都会这样开，一启动，差不多三秒钟就停了。Don't know, don't know, don't know。他说他不知道，帕蓬，帕蓬，帕蓬，嘎达，想一堆，然后就你这个时候就拿10块钱给他。哦，帕蓬，写给小妹，真的，真的假的？气得要死。对，泰国好，两位出新片了。对，谢谢好，这位新人叫做李刚林，哎呀，这个送给你，新专辑《第三定律》。这样，这张专辑我写了五首歌。哎呦，唱歌不简单，谢谢，好，两个帮忙拿一下，哎，对，好，还有一位歌手，哎 ，Bill， 好，谢谢。Sarah 发行的个人专辑，哦，里面有14首歌，14首歌，9首中文，5首韩文，哇，包括里面3首歌是我自己写的。哎呀，现在年轻人真的不得了，好有才华，非常喜欢。哎，谁先来啦？飙高音是谁？谁很会飙高音？哎呦，这位，哎，是吗？这个我很会飙，很有海豚音哎。会，我会海豚音。哦呦，飙一下高音，海豚音，选手。好，那我就因为看到飞哥，我觉得很感动。哎呦，我就送飞哥一首歌。好 ，Loving You。哎呦 ，Loving You。N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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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你们两个人出片，敢唱个现场吗？可以啊，可以啊。可是我们今天不是在唱，可是还是可以唱现场。可以啊，你看泰国人就比你聪明，很好听。中国娃娃嘛，真的。他们两个其实还准备了另外一个现在世界最流行的哦，对啊，什么手指舞蹈？手指舞蹈，好不好？来看一下他们的手指舞蹈。Da poca vita va bene. Si tu la parla mi è americano. Quando si fa l'amore sotto la luna. Con Madalena in cave di I love you. Papà l'americano.看这小小的一分钟，默契要很，而且我们身高手长其实都不一样，对，像有的些动作像拉上来这个，对，你看我手就超短，可是很好看，因为看了这边一看就知道要用心去排练的。我跟你讲，华冈艺校搞不好有没有人专攻这个手舞的？有没有？比方说原子笔的那个，哦，原子笔，有没有会转原子笔？超难，有没有很厉害的高手？学校同学，好，来来，有，甩笔，来来上来一个。坐。哎，这个我忍不住。他比好厉害哦。请问贵姓大名？庄博祥。哦，庄博祥。他的笔特别长，好特别哦。接在一起。庄博祥，你是哪个选区的？这庄博祥听起来好像在选什么立法委员。哦，对对对。啊，庄博祥同学的甩笔。加油。露出失败的表情，你有点紧张，这是啊，这是你们学校教授没办法教的。失败绝对不要露出失败，对，要很镇定，哪怕它掉到那边去，你就把它变成一个舞蹈动作，去捡起来，好不好？哎，就是这样，好，恭喜失败。哇，好灵活！掌声鼓励鼓励！不错，好厉害！庄博祥先生，哇，好厉害，好灵活，很厉害！没想到他这一辈子第一次上电视，真的，居然是甩笔，甩笔。厉害厉害，你们两位也很精彩，掌声再度给我们，好不好？谢谢。现在在全世界的这个潮流呢，都哈起了一股寒风，所以这个韩国影星啊，可以说正在慢慢征服全世界，企图了。但是也有韩国人来台湾发展的啊，也很有成就哦，要从我们本土再打回韩国，打到全世界。这一位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位金曲奖的歌王，韩国人李玖哲先生，欢迎他。说真的，请让自己快乐。
帅。Hey man, give me five. 不是开玩笑的，李玖哲啊，我正在想，哎，这个人他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啊。但是今天看到他，感觉完全不一样。哎呦，谢谢你。你的表演是真的越来越好看。没有，其实我刚刚我很少跳舞，然后这个是我差不多第一次在大家的面前跳舞。好好看。就是很好看。为了这个舞蹈，我已经在网络被骂得很惨。有吗？好好唱歌就好，干嘛要跳舞呢？会吗？会。帅。我跟我们的明星团体其实看一个表演，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有的人在唱歌，其实歌星他们坐在这里就没什么感觉。你在表演，大家很有感觉。有感觉。袁世明，你说说看，来。他好帅哦。真的，哎呦，谢谢。好，希望你。我觉得 Nikki 跳很好看嘞，我觉得感觉怎么那么瘦啊？跟以前不一样。跟以前不一样嘞，瘦哦。我觉得。歌唱歌虽然就是本来就很好听，但我今天看到虽然就是吓人，本来就很好听啊。虽然听起来应该是虽然歌唱的不是很好，这个也是，哎，这个也是韩国的呀。但是呢，这个韩国风啊，凭良心讲，像你在跳舞和我们台湾男歌手表演。他的味道展现出来就是不一样，就像好像 Bill 他每次在表演唱歌或什么，你就是觉得不同。韩国人的很多的，尤其是艺文这一块表演啊什么哈，严格上讲，包括北韩的他们的企图心也很恐怖，很恐怖。今日证明了，他们算是民族性很强。对，民族性很强。北韩很恐怖。对对对对。那南韩是很快乐。北韩很恐怖，对，很恐怖。我从来没有去过。是啊，是啊。对，可是以后也不想去。北韩真的很恐怖，他们是勒紧的腰带，就是唱唱唱唱唱唱唱，就是胸唱。对，南韩就比较可怕，虽然非常柔软呢，可是南韩的他们的，你看 Wonder Girl， 哦，还有席卷天下。Nobody, nobody but you。哦，还有 Super Junior。哎呦，要要要！哎呀，这个你很会，飞哥。哦耶！这个时候就让我们要问一问啦。好，韩国人侵略的野心这么大，最近一天到晚又跟美军什么联合演习，很恐怖啊。那个宣誓的作用真的把北韩有压住，不开敢动，对不对？韩国人呢，他们的野心大到什么程度？你今天啊，刚好 Bill 也在，你们两个帮我们好好澄清一下。好啊，请问一下啊，孔子到底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中国人，搞不清楚的话，我个全村都没看你。什么孔子？全村都没看你。什么？什么？不是，全部。孔子是。这个很难说哎，哎，但比尔有，比尔你知道了吧？你知道吗？哎，중국사람이에요맞아요？중국사람인것같은데。哎呦，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在台湾舞台发亮的两位韩国歌手，是不是能够面对事实呢？陈奕迅侃侃而谈两颗蛋。蛋对，跟我很有关系。你是不是听到这个蛋还啊？你到现在还走不开这个阴影？不是阴影，是就是蛋就很容易想象到。哎呦，蛋蛋事件，然后又到睡俩能去表演。哎呀，还有高雄人，高雄也是蛋的，两个人还分成南北两。这两个好寂寞。刚好 Bill 也在，你们两个帮我们好好澄清一下。好啊，请问一下啊，孔子到底是
中国人还是韩国人？中国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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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清楚的话，我这全村都没看懂。什么不清楚？你在讲什么？全人都没看懂。什么？什么？不是不是，全部都没看懂。孔子是。这个很难说哎，哎，但比尔有，比尔你知道了吧？你知道吗？中国人啊，中国人，看到了哦，是吗？韩国也是，就是从中国的历史下来的。不是你们俩可以用韩国话讲暗语，我们也听不懂，先商量一下。哎，这样，中山，你来哪只？中山那个字呢？啊，中山。再一次，讲多讲一点啊，要产生辩论。你讲讲，我会接。哎，你好，你好，你好，韩三米达，韩三米达，我就知道，对，我有。这个比尔说是中国人，对，那华侨认为呢？华侨，周韩侨吗？我觉得我需要研究一下。哎呦，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啊！啊，有点害怕这个，有点害怕。问中国人的，中国人问简单一点的，简单一点的。中国人的，你同意哦？对，好了，还问你？对，都是，对，没错，是中国人的。对。又来一个问题，韩国人的野心大到什么程度？不只是文化上面，是连食物上面他也要有吗？说馒头，说是韩国人发明的这件事情，对，馒头，哎，馒头。馒头应该是，我听的是别的食物哎，你听的是豆浆还是什么？豆浆是豆浆，哎，对，没错，豆浆也是韩国的。馋了你，馋了我，豆浆是韩国的，没有，是好像一蛋，是中国的，对。可是这个东西也是很难考据。对啊，就豆浆这个全世界人都有可能发明。不知道是华人的嘛？哦，应该是华人。基本上是华人。对，一定是。烧饼、油条、豆浆、小笼包。对不起，那我们还吃不起。哎呀，对，是没错。对，那你们韩国人有没有鼎泰丰这种小笼包？鼎泰丰好像最近有。哦。对，好，那我要告诉他一个问题，我要跟你讲真正的一点历史，好不好 ？Kimchi 听过没 ？Kimchi 嘛。有什么有乌鲁 kimchi 什么木 kimchi 木 kimchi 培区 kimchi 培区 kimchi 很多 kimchi 就是泡菜什么很多 kimchi 很多 kimchi 飞哥讲的真好很多 kimchi 很多 kimchi 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吃吗？是什么态度啊？我没有，我是万吃吗？是吗？所以你现在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痛苦了吗？啊，孔子怎么会是韩国人呢？我也不知道谁说的。就关我什么事？对，李九哲现在对不对？已经吃遍台湾了。接下来韩国人的野心很可怕。不只是这样，看到的就是韩国人的，这个实在是受不了。怎么会这样子？像马倩，像马倩是谁的？他是我的，你的，凭什么？像马倩凭什么是你？像马倩是我的。以前在我们节目里面，每次一吃饭吃东西的时候，有没有那个音乐？有没有那个时候？有，那时候就是我的。我们好不容易才我这，对不对？我还在找寻第二春，就没想到怎么变成你的了。飞哥，对不起，那个还是我的。而且你的那就算了，现在还不准他出门呢。马蒂尔，你跟夏马倩这么好？对啊，很好啊。我们会常常出去啦，但是出去的时候九哲也在啦。不在吗？对啊。我没有。没有，因为我们是去你的店，所以就会去，因为他最近开了那个火锅的那个豆腐店。对对对，对韩国的豆腐锅。又是要说韩国的豆腐，豆腐锅是中国人发明的。好，没错，你说的对。啊，这个真的是不错，好好的对待他哦。啊，谢谢。哎，对，这种越来越有男人的味道啊。谢谢飞哥。是，这张新唱片，好啊。对，好久，希望你会喜欢。他一定会喜欢。好久，好久，李九哲，好久啊。接下来还有给我们带来一个歌吗？接下来啊，对，就像带一些英文歌曲，想给大家听。哇，好，对。啊，谢谢飞哥。歌名叫什么？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哎呦！
你唱过的。韩国人的野心真的很可怕，真大！你根本就是来踢馆的嘛？没有没有，我跟 Take My Eyes Off 没有啊。不过那个西洋歌曲算国歌，哎，唱的好不好就看你的功力。OK， 好，来欢迎这首歌曲啊。这项技艺的表演是扯铃，扯铃大家都知道，这个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学习，对不对？但是呢，大部分都如出一辙，所以我们看到的扯铃差不多就是那样。今天我们节目里面为各位介绍一位来自日本的一位专研这个扯铃的一位高手，他的表演会让大家觉得这个扯铃是这样的优美跟柔软的。一块来欢迎来自日本的这一位斋藤哲范先生给我们带来。在表演中加入魔术的元素，更让他击败众多好手，夺得全日本扯铃大赛冠军哦！厉害耶！隐身在双溪乡甘霖村的爆笑阿妈，智力，伊迄个两个娃娃吼，迄个隧道才学着音乐，哪是你？你有法度动两个娃娃还是？啊，动两个娃娃都枵死啊！讲咩枵死啊？放尿要来吃啊？我有咧在垃圾堆啊！不是。上来拢水拢臭了没呢？有。
looking through the icy glass. 哎，哇！哇哦！这真的超厉害！强！叫做 second chance， 哎，哦， not bad， 哦，哦，有舞蹈动作，有，容易做到。哇，天哪，超复杂的，哦，逻辑很厉害耶，哎呦。好厉害！这要等于花式扯铃哎，这有点像我们在国际上表演那个悠悠球，花式的溜。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请多多指教。哎，这个人就是很用心。嗯，真的。他这个表演啊，你看这个扯铃，在我们来讲，就是传统的这个民俗技艺。对。我看过很多人来我们节目做扯铃的表演，大部分呢，他就是传统式，只看到技术。哦。但是你看不到很优雅跟很美的那一面。对。但是他这个年轻人做到。嗯，非常不简单。本当に簡単もないですね。素晴らしい。すごいです。素晴らしいです。あのね、あなた金さんですか？金さん。飞哥，我来翻译。怎么金さん都听不懂？飞哥，我来翻译好了。翻译一下，翻译一下。哎呀，来，坐。哎。老子编。这个人一开始看的时候，是一个很普通的男人。見た目はすごく普通の人に見えるんですけれども、甚至于有一点不想看下去。しかも普通すぎてちょっともうあまり見たくない感覚の格好をしてる男性ですよね。但是でも他一表演開始進入他的扯鈴的世界，パフォーマンス始まった時に、その世界に入った時に、让我们感到对他非常的尊敬、尊敬を今しています。谢谢。真的了不起。还有什么人要希望这个马 Q 帮忙翻译的？对，我可以翻译。我刚刚跟马 Q 说，他的腰很漂亮，有女性的那种腰曲线。对。是一位哦，我每天练习扯铃。哦，可以。这样太棒了！你为什么这么瘦？你是不吃饭吗？为什么？脂肪很多，吃很多，每天练习，所以瘦了。是吗？这个瘦到那个，哇，这个还空的耶！你超瘦的，好可怕！哎呦！侧面看侧面，看侧面，哇！来，很瘦。好瘦哦！我吓死了！我不想再躺。哎呦，哇！比我们还瘦哎！哎，真的，还有几公斤？那何 kilo ですか？52公斤。52。52。
有吗？看起来只有差不多40啊。有就那他其他的10公斤长在哪里？对男人有一种沉重的、重要的一趴。哎，你们想到哪？长在骨头啊，骨头对啊，对啊，对啊。哦，这个东西你是从哪里学的？问哪里？在一边没有车林老师，所以自己学的。听说他是什么？看到 YouTube 上面，然后YouTube 里面怎么有这个东西？所以他就 you feel interesting about this， 对不对？然后那日本没有老师怎么办呢？到来台湾学的，对不对？最近练习在台湾。最近那以前之前呢？一开始呢？有书，看书，而且有看电脑，对。哦。啊，不是听说你有跑到俄罗斯？对，啊，你去那边学的吗？俄罗斯有人会教这个东西吗？啊，在阿国没学过，没学这个。可是我第一次看到查理是在阿国，第一次看到是在俄国。哦，那你去俄国干什么？我的爸爸的工作。哦。是买武器吗？还是？是吗？是，不是秘密？哦，秘密，秘密哦。哎，他这个招式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很多绳子的动作。他这半空在抛接，然后甩出去再拉回来，单手还双手放开。啊，对。而且他还帮他有一个 second chance。对对对，有那个弹下来，嘣。他是不是设定好了？万一这样，那我是不是设定好的？耶。我的错，真的吗？你真的错了，真的错，他真的错，可是他全部是完全看不出来，还有准备动作，万一失败他怎么办？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哇，好厉害，厉害了哇！哦，舌根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对对对，哦，还是要多吃一点，多吃一点，拜托拜托，谢谢，好不好？表演的非常精彩，谢谢我们这位日本的朋友。最近我们这个国际的灾难，发自这个智利的这个矿坑灾难呢，终于是以喜剧收场。其实矿工的生活呢，是充满了这个辛酸跟甘苦的啊。我们今天请到了几位年纪很大，他们从小就在矿坑里面工作，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岁月很老了，对不对？然后他们的那个人生呢，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任劳任怨之外呢，到老了以后，他们还认为说，希望让大家知道说他们的村庄里面呢，仍然是朝气蓬勃啊。那么他们是来自平陵乡的，甘陵这个村庄，甘陵。那他们的团体的名字就叫做甘陵阿嬷啊。哎，这是真的哎。现在一块来欢迎甘陵阿嬷的表演。甘陵阿嬷的热情森巴，甘陵阿嬷团名的由来。台北县双溪有个甘霖村，那里的国小叫甘霖国小。国小里的老师是甘霖老师，校园里的老树是甘霖老木，校门口的碑牌叫甘霖老碑。那里的阿嬷大家都叫他们甘霖阿嬷。这个曾经是矿业发达的小村，大部分的居民都是矿工家庭。现在的甘霖有许多双居的阿嬷，他们的丈夫大多因为矿坑灾变或是矿工的致命职业病细肺病身亡。为了让阿嬷们可以健康久久，于是村长用森巴舞的热情带动他们。现在就来看看这群最活泼快乐的甘霖阿嬷。60岁，身为阿嬷们的晚辈，当然也是阿嬷们的舞群哦。哇，好活泼！
杨武选阿嬷76岁，她是最难说服加入森巴舞团的阿嬷。在全村人的轮番说服下，现在杨武选阿嬷是舞蹈班、话剧班的超级模范生，舞步与台词都有超强记忆力。耶耶，徐科段阿嬷80岁，阿嬷的第一任丈夫因为矿坑灾变没能逃出，刚满20岁的徐科段阿嬷没有太多时间伤心，为了养家，为了孩子，她接替了亡夫的工作，下到矿坑挖煤。每天早上8点进入矿坑后，最长可能要到晚上11点才能出坑。对于她身上的这套衣服，阿嬷的评语是不三不四。我想讲，哎，跳跳耍要落去，领钱就要走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掌声给他们三位。像我们中间这一位阿公啊，凭良心讲，他已经尽力了。真的？他的名字就叫黄尽力。我想说，尽力哦，是是是是。啊，他们三个人，我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有讲，是在就他们个矿工出身啊，啊，然后呢？这个矿工他们的女人呐、啊，他们村庄里面男人很少，对对对对，因为都是以前，你看现在科学这么进步，这个矿灾还这么可怕，那他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他们从年轻就在矿场里面到地下去，然后碰过多少灾变，哎，所以说他们的村庄里面就是说啊，不行啊，我们这个阿嬷啦、阿公他们年纪虽然大了。但是要让他们觉得年轻一点，所以他们开始去学叫做台湾三八舞。哇，自创这个团体就对了。哇，阿嬷啊，三八阿嬷，三八阿嬷。哦，其实他们这样穿勇气算很大的。对啊，真的。冬吹时叫你穿安尼，你是咪感觉很不习惯呢？哦，迄新鲜的咯，遮侪岁啊，穿安尼唔好看。哈哈哈哈哈。是咩啊？穿高锥。高锥啦，可爱啊。高锥哦。Lady Gaga， Lady Gaga， Lady Gaga， 飞哥，我要好好的介绍，这位是甘霖阿嬷。哦，真的叫甘霖阿嬷，真的为什么？他们是为什么叫甘霖？甘霖村，甘霖卡啦，哦，卡啦，讲了袂认转来哦。啊，阮台语人，恁国语人，好可爱哦啦。现在九嘛哈，十颗段。哎呦，你看这个名字多奇怪！黄静丽，这位来，杨武选，啊，我算呢，姓杨的跟姓吴的，帮他的儿子选到他，是安尼，是不是安尼？请问一下，哦，这摸奖哦，真咸的，哦，真对狗爸。阿公，那你已经做阿公，那今年几岁了？贵庚？61。哎，那很年轻啊，61。问一下呢，问一下大姐，90可断，可断阿妈，这台语安怎读？断断掉了断了，九瓜断，九瓜断，嗯，静静静静。
用锅蒜，用锅蒜几回？几回？七十四。啊！哇！不会吧？小气死！哦，你七十四回，安尼体格算保持了真好呢。保持啊！都无保持哦。有啥物物件？食啥物物件？我嘿，我拢凊彩食，凊彩好安尼啦。哎呀！哎呦！飞哥，我知道你为什么跑那么久。他刚一直在那尿，对我感觉跑远一点。听说这个静力阿公啊，对，不是跟他立准教练的做矿工。我做的时间比较时间比较短一点，比较短。姑娘，他们两位有吗？有没有？他们的比较长。啊，做矿工啊？阿妈也是做矿工哎。为什么呢？都是的。我也都爱做，才有钱呀，啊，才有通啊饲囡啊。少年的时阵，就甲恁翁就斗阵去做，斗阵哩。嘿，嘿，嘿，拢爱安尼去做。啊，恁翁看到穿你穿安尼，敢会讲足生气啊？阮翁即卖都死去啊！好好好，哎，哦，就是因为嘛，袂使笑甲即款人。这什么？笑这么开心啊？哦，所以讲就是翁死去，所以自己嘛，现在给他们做。哎呦，那你有把？拄到过什么矿坑内底灾难无？啊，拢有啦，拢有失路人啦，啊，是无讲大灾难安尼啦。啊，都我安尼去做吼，我嘛捌救过人，你知？救过人哦。人哦。做。人去你顶悬做吼，去你顶悬掘炭吼，啊，都去哦，迄个冷风夹着啊。要我就该拖落来，你知道？啊，拖到楼卡哦，就这拢六皮啊啦，六皮啊，就过，我还你一码六皮。不是，我和你这摸和手感哦，一条一条啊的。我们台湾哦，也碰过那个海山煤矿的矿灾嘛，对，很严重。什么过来的人都去啊那样，然后为着个性化。即卖状况拢收起来，即卖拢收起来，拢无做。所以恁即卖五路就跳舞安尼。啊，当然食了，罔算啦，但这是罔算的，唔是跳舞啦。我知啦，我知啦，我有笑死哦。跳安尼，有人跳舞跳安尼。阿妈袂啊袂，跳足高姿呢。阿妈，你头先你的动作跟两个无同呢。阿妈，差淡薄啊，娘娘啦。不过你正确，因为你跳正确。你搞不咯？你把腮，哎呦！哦，啊，那个讲到几位啊？这一位酒瓜短小姐，哦，啊，你听讲酒瓜短很了不起啊？他的先生哦，很早就因为灾难就离开了这个人间，所以说他一个人呢养儿子，他必须要到矿坑里面去工作，他一个人五十几年了。啊！你做五十几年？做是做二三十年啦，啊是头家无去，迄久甲即久是讲五十几年安尼啦。啊，阮都爱做炭矿啦，啊，若无做炭矿袂使啦，阮嘛爱饲老母啊，啊，搁小妹啊，搁囡仔，阮拢爱啊。一趁甲一工甲趁二十外块、三十外块是安尼俩。二三十块尔了。啊，做二三十块落来，一暝做较久了。唔是，有人讲，阮来去做两点钟，久啊，就有啊无啊。啊，你伫内底都没有监工，无监工在看吼。啊，你都，你去就开始食薰啦，卖茶叶。无食薰啦，迄底吼你会食薰的，咪冒死翘翘。那里面一点燃就整个爆了。爆炸。哦，会爆炸。哎，爆炸。底哦，迄有风啊，迄炭矿有风。啊，有风，即摆你若在食薰就。王姐，你都死啊！啊，五十年了，好，你别走，哎呦，你别跑家里哦。所以教练安尼讲，膝盖黑了，什么国家有没有那个国家？智利，伊迄个矿灾，两个外围吼，迄个隧道才挖到因遐，迄地内底，那是你有法度动两个外围还是？啊，动两个外围都枵死啊，咁要死啊，放尿起来吃啊，无要打地，啊，无咧食迄垃圾水啊。不是。也是啊。食无，迄个矿内拢水拢臭毛毛呢。有啊，对啊，唔是讲食是会惊啊，哦，等。惊迄句国不将，你无食嘛是袂煞你啊。臭水嘛爱啉啊，尿嘛爱啉啊。有，哎呦，无晓康哦，像我遮好命，讲到这，遮好无晓康啊。哦，啊，即卖来做到家这里，已经开始享福了吧？啊，要安那讲啦。安尼你惊你不好一块。好啦，那无那会吐大亏，足奇怪啊。我做惊是真有效。嘿，袂啊啦，咱都做到要死，请养大，伊唔敢甲咱不好。
对啊。这个妈妈真了不起。对啊。先生50年已经过世，50年前。这50年，你说生活上，这个58年呢？你说矿坑里面有多辛苦？啊？没有啊？你贵嘿？请问，掌声鼓励一下。这位阿嬷，她不是50岁，不是60岁，也不是70岁，说出来让你吓一跳。看他们驻颜有术，脚步轻盈的跳舞，你可以猜出她的年纪吗？可恶可恶，太可恶！飞哥发火啦！就是因为跟她跳的那个瞬间有一种火花在，火花，火花。但是她只是一个可恶啊！接下来就是我们就开始就是开始了，开始，开始了 ，MS， 可恶啊！可恶可恶哎！今年她才搬过来台北的。可恶可恶啊！妈妈真了不起，对啊，先生50年已经过世，50年前，这50年，你说生活上，这个58年呢？你说矿坑里面有多辛苦？啊？没有啊？你贵嘿？请问？80岁，掌声鼓励一下。啊！出来了，完全看不出来。怎么会？哦，阿姨，你看来应该是高十才对啊。哇！60、70、80，哇！那黄金力行胜利的晚辈啊，呢，晚辈兄弟，哇！80岁其实是看不出。那看可惜，你不能连冠了。哎，无啦，台湾人啦，咱只台湾人也冠。那台湾人啊，那开始刚才20块尔，还真。遐有空，迄久单，遐一年啊，你袂想看，一斤米才7-8块尔。一斤米8块。啊，猪肉嘛是7-8块尔。哇，啊是。猪肉7-8块。便宜哦。一斤米就是安尼尔。哦，那汽油1公升多少？唔知啦。啊。但迄久啊，我看到汽油，我要打过。哎呦，还没有汽油。以后这样有啊未？啊对对对。有啊。所以说你们。拢嘛足艰苦嘞，古早人足艰苦。然后你们的社区里面呢，就是说意思是说，好像。拢真艰苦。打叉咯，打叉，打叉咯，打叉。哦，你要攰汉子肥咯，汉子肥啊，种汉子咯，种汉子。你说我比我爸比我晒田咯，晒田你知道？好。唔晒拖田，咱爱晒啊。对对对对。哎呀，唔晒又来输啦你。你敢听过拖晒的？你知无？爱输咯，爱牛栏唔加拢爱输咯。我跟你讲，58年的一个人，让他多讲一讲没关系。我今天后九挂断，一定准啦。这真爱来真高位吼。表达一下，阿姐阿妈拢无讲话，安尼无讲白。我知影，我知影，只不过讲笑拢真正是三八啦，遮老都三八啦，头脑无好。我玩自己，玩好嘛，好嘛，好嘛。这个阿妈，你比较少回呢？差四回，阿妈那是差不多嘞。你异地你怎啊来？你那下班有播直播什么？唔捌播。不要，啊！我看迄个阿妈可能真够真够跋哦，有哦有哦，你一定照个跋啥无？你敢会捌哩？会知哦。看要安怎跋？你安尼跋，是阮安尼跋，阮做囡仔跋。不要跋啦，不要跋。囡仔跋什么？唔捌你啊，大汉嘛，你啊。囡仔跋什么呀？哎，我第一次做节目，两个现场哎，我都不知道导播讲什么，这边讲真的，而且那边讲那边各说各的，真的不简单。好，他们三位来站在一起，来站在一起。其实他们是这样，村子里面的人说，我们要让村子里面活泼，没错，要有朝气。对，所以他们就哦，这个爱开始穿还不习惯，但是现在表演起来，哎，蛮自然，给我们很多年长的朋友带来示范。没错，那你会水莲较大，要唔过咱一定要有活力，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意思，不过咱老伙也较戆啊。戆戆，你看，迄敢无看落来戆戆？我如何笑诶？戆戆诶！未啊吼，迄讲话啊滔滔不绝。轻松啊，鸡啊我。要讲什么？他这句话是什么？怎么自己笑起来？心情开朗还是很重要。好啊，你老爱笑才好。对对对对，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三位，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本周为各位介绍这一段阿根廷的探戈，大家都认为说这就是探戈嘛，其实不然啊。这两位他们的表演
真的会让您觉得就是这个心旷神怡吧。然后呢，这个非常的曼妙，看了就知道。我们一块来欢迎这两位，一位是来自香港的莫老师，一位是台湾的谢老师，给我们来一段非常精彩的阿根廷探戈。La gente que abraza cuando se ensaña, la gente que pero cuando se ensaña, la imagen de tu amor y mi esperanza, a mí que me importaba tu pasado, si tu alma entraba pura un porvenir, dichoso abrí los brazos a tu afán y con mi amor salimos de payasos a vivir.Fue inútil gritar, fue estúpido aullar, la promesa de tu redención, la gente es brutal, y odia siempre que sueña, lo amarga y con risa de peña, tu intento mejor, tu historia y mi honor.Desnudos en la feria bailaron su danza de horror sin像我在看他们跳舞的时候，我已经完全看不到这个男生。不好意思，我讲真的，完全化为灰影就对了。我就是眼睛一直盯着这个，哇，那个音符跟那个女生的她的那种曲线，我是整个人灵魂就跟着她这样子啊，随意我这一个，我就发现我这一辈子啊，我真的有碰过最美好的事情。我看了他以后，我失落感很重。哎呦，哇，飞哥怎么会让你这样子呢？飞哥，哎，这个就绝了。哎，这个东西，这个我，啊，我是说真的的，对不对？嗯，对，我告诉你，这我一定要出来讲两句。你是不是这你又跑出来了？不是，这个我告诉你，因为刚才飞哥在你们在表演的时候，飞哥一直对你是赞不绝，无限的惆怅，反而有一种失落的感觉。我说我这个年纪了。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我们是看得很兴奋，想说好漂亮，是很羡慕了，很想学啊或什么的。女生也会看女生的身材啊，也会啊。其实你们的身材都很好，马奎尔啊，严淑明，可是她这种身材在我们这个年纪啊，完美。真的，我就觉得我过去所碰过的所有的，不是。哦，所他会害羞哎，然后呢，又想接近他，又很怕被伤害，会一刹那之间就想，这个女生我不管她跟这男舞者有什么关系，是什么关系，我这一定要追她。飞哥，然后立刻就觉得哦不行，我不能受伤害，因为我这个年纪已经承受不起，就剩那个。面子一定要把持住。你好，跟大家问候一下，莫小姐。你好，大家好，我是 Sandra 莫永山。您是台湾人吗？香港人。哎呀，难怪哇！那我们谢老师，我跟他认识是3年前，在台北那个探戈节上面，然后就是因为跟他跳的那个瞬间有一种。有一种火花，火花，但是它只是一个可恶啊，火舞，不是，那个来宾，我会尽量把持住，这火花，我知道，你讲可爱，那火花，然后接下来呢？你跟
啊，接下来就是我们就开始，就是开始了，开始了 ，MS， 可恶啊，可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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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啊，开始，这也是一种赞美哦，对对对对，开始了 email， 然后书信的往来，网络对，然后到还好还好，只有网络上而已，对，那今年他才搬过来台北，可恶，搬回台北，搬回台北，这就是有发展了啊，哦。对，你就不能仁慈一点吗？你就不能不要让我们痛苦？没有，跟他什么都没有，哎，对不对啊？哇，那每个人看完你跳舞的人，一定是哇，就要请你吃饭呢，干什么的，很麻烦的。嗯，不会啊，大家知道。什么？好高来啊！可恶，可恶啊！哎呀，这位美女老师，您就不能撒点小谎吗？你看咱们飞哥这么激动，待会儿怎么主持得下去啊？陈奕迅激爆模仿秀来了！啊，给我一杯忘情水，让这份爱不流泪。让你念着红透你的眼神，让我念着不后悔。怎么你敢满心心机？像了，像不像？每个人看完你跳舞的人，一定是哇，就要请你吃饭呢，干什么的，很麻烦的。嗯，不会啊，大家知道他是我男朋友。什么？好高来啊！可恶，可恶啊！可恶可恶，而且到现在才讲出真，才真话。前面有点预感，我以为是停在 Skype 那个地方。我以为还有美的耶，有 MSN 而已。那我们请他跳一次 Tango， 可以可以啊，可以。普通一般我们就是年轻时候学过的 Tango 可以吗？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是希望说，你话还那么多，你都可以就可以，那就是不肯嘛，对不对？可恶啊！我要让飞哥，因为其实，在阿根廷当地呢，其实有一点生活经历，有一点年纪人跳舞是最美的，因为他们把他们生活的经验、生活的内在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嗯，对，那些其实像我们这种比较很年轻小伙子，那可能就哦，就踢踢腿、勾勾腿，大家是看到的都是这些很就是表面的东西，没有内心戏啦。最内探戈子最深层部分就是由内而外的，而且飞哥只要可以好好拥抱。飞哥，我有问题，我有发现到他们跳舞的时候脸是粘在一起。对，哎呦，对对对对，哦，这样子，我也可以粘啊。不是啊，我因为当下他的道具，对对对对对，前面八小节，好，前面八小节我完全不动，就看他怎么样。如果一个完全不会跳舞的来，后面就由我来。阿根廷探戈的味道，可以啊，好不好？我没问题吧？但是我可以请飞哥做我们的一个 posture， 就是哦，对对对哈，哦，教学一下吧。我不能，哎呦！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可不可以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有没有人要排队？有，来了。哦，先，这是基本功。外国人很爱笑，这个我很内行。嗯，轻松的走路，好好的拥抱，轻松走路就大哥先，好不好？哎，我们这边排好队了。要怎么？你比手语啊！哎呦！哇！飞哥超适合的。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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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时间有限，节目有限。你妹妹觉得她跟我跳比较笑得开心吗？有，好好看，真的，飞哥，好好
那个你这样一直跳下去，我们三个人的时间都被占掉了。你要问，要问谢先生。开玩笑，不是不是，真的真的，感觉味道不一样。可以把你的以后舞蹈的提那个境界提升，你不能永远这样啊。你永远这样搞的呢？对不对？试试看啊，提升一下男人。我不好意思，你又不好意思。其实真的哦，别害羞啊！刚才害羞，老师教一下。试着走几步路，就是照你平常走路就可以。为了走路是吧？你是装意志的。那个谢老师有杀气耶。对哦，谢老师有一点不高兴哦，而且他的下巴还都在试着走。我看他也帅哥哦，对呀。好，哎呦，我想看 Bill 的表情。哎呦，很爽啊！哇，可恶啊，可恶！憋得狗。哎，不对，他怎么走路都不会走？对啊，你教我们看走几步的，教一下看看什么叫走路基本。哇，这真的很重要呢，这个环节。看老师的表情，哦，二三五五。转过来，又一、二、三、四，哦，哎，哎，马奎哦，马奎，哎，你刚刚也学到女孩子的啦？有有有有有，我跟你试一试。哎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分开，分开了，分开，分了，分了。对，哎，怎么来骂我钱啊？马奎尔也不差。不是，怎么来骂我钱啊？你们是没看到飞哥，飞哥一头栽进去，眼睛就闭起来了。来，来，来，镜头走掉了，飞哥。哦，走几步，走几步。哦，眼睛闭起来就开始享受。哎，认真一点吧。他的手，他没跳过，他的手直接就抱着我的脖子。你的右手要放，哎，不是，不是了，你们这是三天的舞蹈啊，不是探戈，你讲，哎，探戈就是雷毛的。哈哎，我第一次看到马奎尔跳慢版的跑跑跑。先说没？来哈，麦克风干什么？哎哎，你干脆埋到他胸部里去算了，贴着额头，额头，紧张。其实女生好好的拥抱着男生就可以了。为什么是最后一个？喂，有嘞！哎呀，跟大家都学习，谢谢。哎呀，啊，非常谢谢你们两位精彩的表演，谢谢。下次还可以再来表演一次，好不好？可以可以。啊，谢谢，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谢谢。好，今天很高兴啊，为您邀请到这位港星啊，对我们台湾是贡献很大的一位。陈奕迅先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欢迎这位香港巨星。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
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哎呀，易迅啊，飞哥，真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对对，刚刚那个访问他要稍微小心一点啊，因为上一次他上诸葛亮的节目。那个口水是龟坨这样，整包下去，然后诸葛亮为了这个还抱怨了很久。你带我跟他说道歉，道歉。哎，那没关系，没关系，不是刻意的啊，那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一般人讲话有的时候会喷一点点小的，但是你那一次怎么喷？我那次因为可能，噗一下，好大一包哦，可能。都好久没有喝水，所以有点带白色的，而且真的。来来来，今天上了我们大哥大为了宣传的演唱会，那是几月几号？是1月14号，然后加了一场，在15号加了一场，又加场，掌声先鼓励一下啊！好开心，很开心。陈奕迅在台湾扎根了很多年了，来向电视机前面的朋友问候一下啊！啊，大家好。我是陈奕迅，大家好，我是当亚孙，我是当亚孙，当亚孙，不是吗？哎，很单纯的意思，当亚孙，真的，台语是单纯，这个人就是表示这个人很不错吗？啊，我以为因为国语是不太好，国语是越来越逊的感觉啊，陈奕迅。那你要念台语就，我是当亚孙哦，又单又纯的一个男人，真的很棒哦！啊，台语其实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对我第一次，我第一张专辑发片的时候就有上这个节目。哦，你在讲第一张节目，那我们这样说起来是，我快哦十几年前的事了。14年了。14年。96年发片的。哦，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不管你几年来到这里呢？哎，飞哥怎么好像那个铜像一样？就永远是十几年前雕出来的那个，没有，我觉得你现在这边这里的发型比较低了一点点，那个时候还比较高。对对对，你现在也是，你现在都堆到中间了，我就缩起来。嗨呀，这一次在我们台湾还有孔康老师啊，好久不见。没有，不是说头发的问题，是没有摸得到。我是说认识孔康老师，到了某一个年纪，大家男人最怕碰到头发的问题。是吧？刚刚问台语问候，哦，这个路径要问熟嘛？对，像我们常常我们艺人到香港去啊，做秀，晚上就到什么尖沙咀啦、庙街啦这些地方去玩一玩，哎，哦，哎，然后我们就会点东西也很麻烦呐，那个吃什么？有点错过东西吗？点错是没有，就是用笔的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就也不高兴啊，对不对？猪油包，猪油，哎，咖喱鸡，咖喱，这是咖喱鸡啊？没有，这可能不能。那咖喱怎么比？咖喱啊，哇，这个很难比的咖喱，对不对？就是一堆稀稀的，对吧？然后，哇，听起来真是恐怖啊！啊，我是单一孙，我是单一孙。哎，然后什么几号在哪边表演？啊，哇，要用台语说，用台语。哎，我，曾慧，曾慧，真的吗？不是江慧，不是江慧，没有，不是江慧了，我将要了，真的怎么？迪贝，我迪贝，
鸡龟，哎呦，我还知道鸡的，鸡对，鸡龟，鸡，鸡龟，龟猴呢？喜事，喜事，一月份有喜事啊，恭喜，鸡龟，杂喜。哇，夹喜！你看差好多了嘛！哇，差好多！哎，夹喜，夹五，哎，夹五，夹五，几龟夹喜夹五，几龟夹喜夹五，哎，再就是低，呆八，这个讲得好，鼓励一下呆八，哎，呆八，下面收在呢？西瓜蛋，在西瓜上面啊，西瓜蛋。哎，我说陈奕迅啊，你可别误会了，这小鸡蛋与西瓜可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哦。陈奕迅侃侃而谈，两颗蛋。蛋，对，跟我很有关系。你是不是听到这个蛋还啊？你到现在还走不开这个阴影啊？不是阴影，是就是蛋就很容易想象到、這個。哎呦，蛋蛋事件，然后又到碎俩能去表演，哎呀，还有高雄哎，高雄也是蛋呢，两个人还分成南北。对，这两个人开，好寂寞。什么所在呢？西瓜蛋，在西瓜上面啊，西瓜蛋，小巨蛋哇！小巨蛋也，大家其实为了这个研究了很久。巨蛋表演到底那台语要怎么说？巨蛋台语怎么说？好，那边有一位举手了，那位。小姑娘，哦，你就是你最搞的哈，小姑娘不通，高雄市长陈菊小姐，他教我们讲过一次，哎，大俩能，真的，哇，大姑娘就是大俩能，能就是蛋，哦，蛋，对，跟我很有关系，你是不是听到这个蛋还啊？你到现在还走不开这个阴影？不是阴影，是就是蛋就很容易想象到、這個。哎呦，想一下，刚好又蛋蛋事件，然后又到碎俩能去表演，哎呀，还有高雄哎，高雄也是蛋呢，两个人还分成南北两个。哦啊，不那个这两个人开，好寂寞。台湾，我跟台湾其实这么多年很发生很多事情，是对，有经历过，就是跟台湾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对，有喜有悲的，有喜有悲，对，所以就很比较有感情，所以我也觉得后来想，哎，其实我很欣赏一个歌手叫阿翔，乱弹的阿翔，阿翔，对，然后他就帮我写了一首叫《瓜咖喱》的歌。这个歌我很喜欢听啊！啊，真的吗？当然了，这歌哦，你知道这首歌是所有香港明星里面来台湾唱的最红的《瓜咖喱》嘛？对啊，瓜咖喱。你甲我做阵行到一个小路，对吧？你甲我，这个是有你甲我吗？我的是瓜咖喱啦，瓜咖喱啊，瓜咖喱啦，瓜咖喱。是的，要不要我唱两句给献丑一下？不是这一首，不是啦，我是说奇怪，这个叫什么哥哥啊？这个就是爱修罗，爱的修罗。哦，那不一样，你的名字就是瓦咖喱。瓦咖喱真的是，我们来听一下，哎，最热烈的掌声来听听。人我属于我可怜，
哦。但是我因为讲，其实我学国语，就那个时候，我还是要慢慢适应的。我记得第一次上一节目也没有国语。也没有这么现在好，所以我要慢慢懂得讲台语，才有那个表情。对对对，讲不完的刀鸡呀，刀鸡，刀鸡，那个头鸡，头七啊，头就是桃园啊，刀鸡啊，刀鸡，刀鸡，吓死我！对，因为他写的不完的头鸡，可是很好听哎。其实这个歌很好听哦。我今天看听你唱台语歌，好像比广东歌还好听，有没有？哦，这歌唱这么一点点台语歌，不过瘾，不过瘾，不过瘾。对，有一首我有唱过，试试看，哎，已经入脑了，很多入脑入血。到底是什么歌，让这个香港的所有明星对对这首台语歌，他们已经认为是音乐界的国歌，而且已经入脑了。对，但是他们唱出来呢，就是也就是差不多就是按台语歌的版唱。嗯。我希望你能够唱成像刚刚哇咖喱那种感觉。好，试看好不好？好，那我们感受一下，我们听听看就知道什么歌。来，鼓励一下。好好。哦，一时时不免怨叹，一时落别不免失去希望，每日做梦梦，无魂有底，亲像稻草人。人生苦味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好运，歹运歹运，总莫照起工来行。三分。七分靠打拼，爱拼的才会赢。好，嘿，光这一首歌曲就拿到了税两的通行证。哎，但是那个哇咖喱一定还要唱，好好听哦。对，我现在想自己有一首台语歌，因为我的 concert 叫 Duo。Duo 是什么意思？就是拉丁语了，就是一双，对，是一双的意思。因为最近有谢金燕啊，在歌词里面就是摆了一首，好像有 rap， rap 里面他国语台语又加了一句广东话叫老母老母这样，然后我们一直认为老母母亲什么，但是听起来很多香港人开始就是上网说，哎，你怎么可以讲这个脏话呢？是吗？不算，比方这样讲啊。对，你伯母最近好吗？广东话怎么讲？伯母最近好吗？最近好吗？但是这个是比较，我不能说，哎，你老母最近好吗？这样不行哦。这我是真的让大家问哦，真的。你老母最近好吗？哎，这样真的是不行是吗？我真的不懂。没有，就会没有。如果是很诚恳去讲，会有这个反应哦。哦，如果你到香港去讲，你老母最近好吗？这样不好，就是啊，我老母最近好好的，很高那就没有问题。我老你那意思真的不能这样问，真的不行啊，这有点不太好，感觉不太好。但是文字上是没有问题的。那个如果照你这样讲，那个 duo 那个不是也不行吗？广东话这个 duo 你不能讲，你要讲的我什么？你要讲的慢一点，你要讲的慢一点 ，duo。你明明英文上是写 duo， 没有写 duo， 对呀，然后再加上老母好母，哎呦，这个话要引起台湾、香港、内地大家三个地方好好讨论一下 duo， 然后老母好母，对，很怪，好奇怪，糟糕了，糟糕。所以语言哎，世界通了。刚讲到哪里？讲对讲讲到 duo， 天哪，造成很大的误会啊！因为你现在才知道，现在知不知道谢金燕？他其实没有犯错，没有啊，只是说他对语言那里像还好，我们对香港话了解，怎么会出现一个 duo？ 因为我跟徐少强他们这些人都很熟，
他们没事就是一直跟我讲 DOO DOO 的，常常这样讲。我就是那个应该是 DIU DIU 对。这香港少那个 TVB 不会播出啊，不知道啊，没关系，反正邵逸夫已经换人了，飞机上面都能看得到，都看得到。哎呀，我唔系那个意思啊，不好意思啦。小编好，我跟你讲，还有你既然是我们的好朋友，老实讲，看到你就很亲切。然后有几位老朋友，因为很久没来我们节目了，最近要找他们也不方便。他们是拍戏啊干什么的，像刘德华啦，对，张学友啦，这些人，好好，飞哥好，我那个戏拍完以后我就一定过来咯，对不对？刘德华，哎，瓦仔你说的是真的哦，真的真的，飞哥你放心，好像哎有一点像，所以我们看到陈奕迅也会想起他故乡的这位好朋友老道瓦心肠，要打给他吗？你有带他相片吗？还是说有大哥大或什么，你可以马上联络。大陆电话又不好记，13809165333，不就叫楼某哇，不得了，太长了。你有什么办法让我们立刻觉得，哎，哇，这个真的哦，刘德华出现了，这样。得听他模仿一下刘德华，好不好？我跟你讲，还有吗？演唱会里面不可以说只有唱你自己的歌。你今天来，你一定要为大家唱一首歌啊。什么歌？啊？哦，《忘情水》。那个应该会唱吧？对，哎，谁给了刘德华《忘情水》？谁写的？谁给了刘德华《忘情水》？对哦，谁呀？就是他。哎，对，谁给了他？冷笑，这好像是个笑话，对我想起来了。到底是谁给了刘德华《忘情水》？您猜得到吗？忘情水，那个应该会唱吧？对，哎，谁给了刘德华《忘情水》？谁写的？谁给了刘德华《忘情水》？对呀，谁要？就是他的。哎，对，谁给的？冷笑，这好像是个笑话，对我想起来了。哎，对对对，谁给刘德华《忘情水》？谁给的？哦，就是哦豁了。给我一杯忘情水，给我一杯忘情水，让这份爱不流泪。唱一首张学友的歌，张学友的歌，对，给我们模仿一下，好不好？哦，这个是凹来的，我跟你讲。哦，歌词记得。真。哎呦，来了来了，哦。石桥背着我不走，轻佻换旧了，千绝了，你做错事了，叫你受不了，一世怨了，我跟你手都交错了。Oh yeah！ 哦，太像了，像不像？
张学友，而且他不好意思在观众面前挡到观众的时候，他就这样，哎呀，我是想倒。他是一个很谦虚的，自从这个蛋蛋事件之后，我觉得他变得整个，但是是往好的方向走，非常的那种给感染力，快乐的感染力很够，对不对？太棒了！我相信这一次你的这个演唱会，希望两个巨蛋都能够很成功，好不好？谢谢陈奕迅，谢谢，谢谢飞哥，谢谢，谢谢大家。散步去，怎么会想到你？坏天气想要闹情绪，怎么又想到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姐姐妹妹都抗议，日记里写满了你的名，是少了那根筋，连唱歌都想你，我真是不争气。